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。先感谢我们董事长常禄大法师，大家再一次鼓掌。要非常感恩我们省委员的因缘，让我们有机会在这边见面，更感谢我们校长的慈悲。因为我很羡慕各位，因为各位有我们常禄大法师的慈悲来照顾了各位，更有一个虔诚的校长来做我们人格的模范。刚刚我们远远的车子来，我是第一次来，我们司机菩萨说，师父，那个不是学校，那是寺庙。我说应该是那一间呐，啊，所以我想，对佛教讲因缘来说，那各位能够在一个真正的教育的场所，因为所谓佛法，它是一种生命的教育，啊，让我们如何建构一个快乐的生命、正确的人生观，啊，所以我想。每一个生命的目的都要追求快乐，而不要痛苦。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快乐的因是什么，为什么会痛苦，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高的智慧。所以我刚刚在外面看到学校的四个字，悲智慎行，啊，这个就是教育的重点。所谓慈悲，什么叫慈悲？感情的最高点叫慈悲啊，自私的感情会痛苦。我看各位这个年纪最喜欢谈感情了，因为年轻嘛。但是感情有快乐也跟痛苦。但是各位每天就看到学校有这么多法师，特别走来走去，你要想，你要问问那个法师说：“哎，你哪边出家了？啊，为什么要出家？你说不去谈恋爱呢？啊，就像我经常去监狱，他们会问我说：‘哎。’”黑心哦，你讨个派气啊！你怎么跑去出家了？我说我有结过婚哦，我有生过小孩哦，我过去的太太哦，像影星一样的漂亮哦。问题是我过得很苦哦，啊，并不是说感情不快乐，而是那一种是一种束缚，束缚。我爱你，但你只能爱我，啊，你不爱我，活你死，奇怪。怎么会这么痛苦呢？所以我结婚七年，我就自己买了好几个鱼缸，天天看鱼，好羡慕啊！鱼多自由啊！但是我现在被关在鱼缸里面了，啊，因为我以为那是快乐，结果我发觉哇，真正艰苦啊！啊，我想快乐是一种自由。后来我又生了一个小孩子，哇，更痛苦啊！
我想各位在这一点，我们农历七月份刚过，在佛教里面叫孝顺月，啊，是在纪念暮年，神通第一的暮年，他妈妈虽然家里很有钱，但是不懂得因果道理啊，后来死了以后做恶鬼道，那做了恶鬼道以后，暮年正的神通，出家七天就有神通，以这个神通去观察，哇，他妈妈居然在恶鬼道，结果他就赶快拿一碗饭，以他的神通拨饭供养他的妈妈，结果他的妈妈嘴巴一吐啊，一打开变成吐火，所有的饭菜变火炭。所以暮年那个时候很急啊，神通哎，他是第一，也没办法度他妈妈，赶快回来找佛陀。然后佛陀就跟暮年说，凭你一个阿罗汉功德不够啊，你要在七月十五日，就是佛的，因为我们出家人三个月要精进的修行，然后来供养所有的这些阿罗汉，包括供养佛陀，你妈妈才可以离开恶鬼道的苦。所以暮年就这样去做，后来他妈妈升天了。那所以我们就把农历七月份当作，来跟我念一下孝顺月啊。那每这个月我们就在讲孝顺的精神，由孝顺变成普度。我想各位的爸爸妈妈农历七月份一定会拜拜门口啊，啊，住大楼会拜拜门口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暮年有妈妈，那是人啊，生命的轮回啊，几百万世，各位相不相信？因为你是慈明高中的，你要相信，因为慈明高中是佛教，佛教的基本就是相信轮回，人有过去世、现在是来世。啊，所以因为无量世的轮回有无量世的爸爸妈妈，所以每一世的爸爸妈妈无量世合起来，老实说了，我出家将近三十年，终于今天踏到慈明高中，各位一定做过我妈妈，做过我爸爸，做过我女儿，做过我儿子，不然我们不会见面啊。所以各位听过一句话，叫五百世才能够同一艘船，一千世的姻缘才能够同一桌坐。所以各位，你坐你的同学三年，坐在你隔壁，你等一下赶快握的时候，那时候赶快握一下，妈，我爱你，对不对？就是如此的，终于有机会了，我爱你很久了，我今天跟你说，我讲的那个爱是爸爸妈妈的爱，不是男女的爱，这个叫缘分啊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最高的智慧啊，就是你相信这个真理。所以刚刚我们董事长跟我们讲，哇，各位，外面有一尊文殊菩萨，代表智慧，手上拿着各种的法器，包括奶瓶 iPhone， 是要去帮助别人。所谓帮助别人，是要以不自私的，读书最高的目的不是拿第一名，学习服务别人的机会，增加自己的被利用价值啊！你是搞电脑的，你是搞商业的，你是搞医学的，那我想必须要有无私的奉献。所以叫文殊菩萨说，我不是为了赚钱而来读书的，我不是为了成功而来读书的，我是要为了增加自己被社会国家的利用价值而来读书的，这个是一个动机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一辈子都很努力啊，因为我父亲很严格，所以我们以前读书，父母就告诉我们要考第一名，将来才会赚大钱啊。我妈妈要我做医生，我爸爸要我做总统，这样。然后呢，从小把我逼到样样都一百分啊，什么都是最好的。但是后来我才体悟一个道理，这么努力都是为了自己。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做旅行社，也搞房地产，也赚了一点钱。后来我有一次到越南最北边的河内，那天气热啊，买一瓶可乐在那边喝，结果可乐喝不完，剩下一点点放在旁边，结果有一个乞丐小朋友一直看着一直看，我想说，哦，可能他想要喝啊，我就把这一瓶剩下一半的可乐给他。他拿到可乐以后，哇，脸都发光了，然后就跑去给他爸爸。那小孩子很孝顺，
他自己不先喝，先给他爸爸喝。哇，爸爸拿到这个可乐也不喝，就叫小朋友先喝。我在看到这一幕啊，我就自己觉得很惭愧。我们赚了这么多钱啊，从来没有想到别人的痛苦，只想到自己的啊荣华富贵。那时候我也有儿子啊，我已经结婚，那个时候就我看到两个父子为了半瓶可乐那种感恩的眼光，让我升起一个很大的惭愧心。我为什么要讲这个？因为我真的是每个人都想要赢过别人的在努力，但是我发觉我很自私，让我觉得很惭愧。我这么努力赚这么多钱，只想要让自己高贵啊，买的我不会开车，要买几部好车放在那边啊，所有的好的要给我的家人。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，原来在这么远的国家还有这么样的，一样是爸爸一样是儿子，他们却只有，后来是那个爸爸可乐给儿子喝完了，他把那个瓶子捏一捏，他要拿去卖，他可以卖到钱。但是让我觉得我自己很渺小啊。所以我想我们刚刚讲的感情为什么能够变成慈悲呢？感情是自私的，我喜欢我喜欢的东西。慈悲是无私的，流浪狗、蚂蚁、可怜的老人。刚刚讲了七月份普渡，听说有孤魂野鬼，有地狱，那这些以前我们没有关心的，这是我生命第一个觉悟。我发觉人为了自己成功而努力，那是渺小的啊！人的努力应该是为了别人，为了世界，为了国家啊！就像我那天跟我们省智慧立委在聊天，哇，原来他要立佛法啊，希望推广佛法，以他委员的身份能够保护这个世界国家啊！动机不一样，结果不一样。所以我讲到这边，各位可能不像我们出家人每天研究佛经，但是佛经的重点很简单啊，不要为自己，念一下，自私是痛苦，慈悲是快乐啊，为自己的是所有痛苦的开始，为别人的是所有快乐的原因啊。所以我想各位来学校读书，你不能说为了我自己要吃饭，那你会有压力，努力会有压力。我来学校读书，我看到社会上哪一个问题需要我，老人的问题、幼儿的问题、流浪狗的问题、社会的问题、国家的问题、世界的问题。来看前面，为地球，如果你是为地球而努力的，那你是地球的皇帝。再来，为法界，这里面是一个星球，里面有整个宇宙啊，你的动机如果是为整个世界法界的，那同样布施一朵花，倒一杯水，动机不一样，结果不一样。所以在这一点，我想各位可以说是目前台湾最有福报的高中生，因为有我们常禄大法师还有佛教的加持。各位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，是，但是你要去思维这个道理，做人的目的在哪里。所以简单的说，什么叫修行？来，人格的发展，所以要把人格发挥到最圆满。那人格的发展分作三个部分，也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说的。来念一下，把知识变成智慧啊。所以我们立委叫省智慧，校长、董事长外面给你摆个文殊菩萨，各位要把知识变成智慧啊。再来第二个，把感情变成慈悲啊。谈恋爱你会很痛苦哦，但是为什么我们出家人要出家，出离自私感情的家，把自己奉献给大家啊？当你没有自私的爱情感情的时候啊，你可以爱所有的同学，你可以爱所有的老人，你可以爱所有的蚂蚁。所以自私的感情会痛苦，但是无私的大爱慈悲，快不快乐？快乐啊！各位要不要出家？哎呦，我真不爱嘞！啊，我想出家是出离自私的家，
的意思了，把自己奉献。